久没有好好体验垦丁的旅游度假洗礼呢？如果你想要统筹一趟宾主尽欢的旅程，一定要与我共同鉴赏这顶级度假会馆。除了映入眼帘的建物主体外，最特别的就是在墙上这一颗颗特别的玻璃灯球，就好似全家大小汇聚到这里来享受假期。一想到包栋的我们即将在这里成为主人，不由得让人兴奋到飞起。第一次来到这，接待处竟然不在一楼，而是请管家团队接待到三楼宽广明亮的确应处。管家笑着告诉我，这是因为耳东只开放给预定的客人，唯有这么做才能确保贵宾不会被打扰。缓慢而柔和地飘送传递黑胶唱片独特的音色，而我也在这片乐声中体验了一把雍容的惬意。身为美食家的堂妹笑了，因为这里还有一个24小时提供各项糖果饼干及零食泡面的补给站，还有眼前这数以千计的漫画馆藏，让我为之惊叹。小舅一家直接就在楼梯间享受阅读时光了。晚餐时刻，在尔东华苑自设的诚意食竹餐厅用餐，享受着主厨精心烹调的低温慢烤鸭胸、战斧猪排等独门料理。次日早晨的奶油白酒炖鸡及日式盐烤青鱼饭团，让这趟旅程令人放宽身心的享受。而我也笑了，因为顶楼的星空酒吧已经在跟我招手了。入夜便是来到垦丁地区最美的空中酒吧的最佳时机，并借着微醺酒意，我们引吭高歌，在垦丁最美的高空庭园尽情享受不被打扰的微醺欢乐时刻。看到我们笑了，整个耳东团队也放心的笑了，因为他们有信心能给我们宾至如归的享受了。馆内一共有6种房型，充分满足大小旅客的住宿期待。单人房小而美的空间，专属于团体中特别重视个人空间的伙伴。雅致客房则有着适合2人的温馨空间。尊爵客房可以享受宽阔舒适的2人时光。经典客房最适合4人同行，可以与闺蜜一同享受惬意时光。家庭客房的双房设计是小家庭的首选。飞梦丽亲子主题房包含室内溜滑梯、帐篷等精心打造的儿童天地，尽情拥有欢乐的度假时光。在耳东房内备上一纸耐磨的茄纸袋，还可以享受美国星级饭店同款甘甜气泡水。这样跨国的享受，真的仿佛身处游轮，在各大洲游历。第二天一早，享用完精致早餐的我，早早到耳东华苑的顶楼，来享受这私人的垦丁秘境。一旁的跳山望海休憩池，现在在蓝天与阳光的陪衬下，正被小朋友们使用的水花纷飞。还有毕卡索创作灯墙，可以利用五彩光柱进行一场不脏手的涂鸦秀。回想起这趟旅程，在耳东的每一项规划都是艺术，都是经典，让会馆的一切都是垦丁的独家景点。我们这边就像一栋在地表上的游轮，可以在这边有很多事情可以做，那也常常是一个旅行的目的地。那我们跟其他饭店民宿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们也会有专人服务，就是任何时间都找到我们，想喝酒就有酒喝，想听音乐就音乐听，这样
所以是一个包栋游轮，让大家欢聚在一起，然后可以创造一些共同美丽的度假回忆的地方。欢迎下次再来恒丰华苑。